蛋价也是从去年开始一路涨，那涨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倍。之前涨过一次就已经有点，他们就没办法接受。差很多哎，一箱蛋快要是要以前的两箱蛋的钱。以前这个蛋是很平民的价钱哎。八点再开门，他们就一堆人就来了。觉得一直涨实在有点无厘头。每天要吃，所以觉得。有点太贵了，有点太贵，对，就变成改成两三天再吃一次。那两块的话，等同一颗大概就是增加0.2元。农委会层级重主委，真的不要再睡了，不要再把所有缺蛋的问题。把它推向蛋价，或是推向之前的禽流感，或者是说饲料涨价。如此市场机制的失灵的结果，不是一句尊重市场机制可以清淡带过的。